好，他们是中韩合体，叫做 UNIQ 来。UNIQ 由中韩两国成员组成，平均年龄19岁，平均身高180公分，这样的条件相信少女们一定疯狂喽。哇，他们的年龄最大的只有20岁，最小的17岁，对不对？好，我们来请的来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好的。UNIQ 的在队里负责是主唱，谢谢。好，主唱。你好，我是在队里负责说唱和舞蹈的一博。一博，好。大家好，我是在队里负责男子汉主唱的李文翰。大家好，我在队里负责 rap 唱歌的天真浪漫的陈岩。天真浪漫的陈岩。大家好，我是在队里负责低音说唱的队长妈妈周逸轩。妈妈周逸轩。对，哦，你是管他们的，对不 对？是妈妈，个性也比较妈妈一点，对不 对？好，来，要把这是我们的出道首张单曲 EP Falling Love， 然后刚刚新鲜刚出炉，刚出炉 对不对？对，我们出道才只有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很多人都知道你们了，谢谢，好厉害，谢谢，非常欢迎这里的喜欢，谢谢。哎，你们刚刚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自我介绍。I can't tell you what it really is. I can only tell you what it feels right. And right now I'm still not in my windpipe. I can't breathe, I'm still fighting, but I can't fight. As wrong as the wrong feels, but it's like I'm in fight. Fight. I'm gonna stand every word's paper. Turn this around because I'm the waiter. Just gonna stand here and cry.They survive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Wow! So, 只有17岁，但是他受训已经4年了。哇，13岁就受训了，对，特别小。哇，你几岁开始唱歌？3岁。好，所以你们等于从小就很喜欢唱歌舞蹈，然后到韩国去受训，是不是？受训。对。他们其实不到20岁，所以他们的青春都在苦练当中，又要跳舞又要唱歌，对不对？辛不辛苦啊？音乐这么，音乐这么费劲，要离开家乡，然后远赴韩国去，啊不，对不对？但是。就是希望等到今天他们用 UNIQ 跟中韩所有的这个亚洲地区的歌迷们见面，祝你们成功，谢谢，好，主持人最好的就是可以拿到很多崭新的 CD， 你们为什么有2张？Why？ 这个可以组合，啊，可以是组合的，什么？一个是母语是不是？对，一个是母语。啊，一个母语，一个是国语。是。那你们应该是有3张吧，对不对？啊，没有，我们现在只有1张出。只有1张，应该有你们应该有唱中文版、韩文版吧？啊，对，对不对？对，都同一首歌。同一首歌有中文版也有韩文版。会 rap 的是谁？我们后面三位是负责 rap 的。rap， 但是韩文的 rap 跟中文的 rap 一样吗？语言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对，他说，他讲的好难懂啊！但是真的，其实 rap 很难呢。但是你们其实中英韩都在一起，对不对？对。你们可以迟到吗？稍微。好，这个我就不用再问了。好，我接下来问，这个团里面谁最容易迟到？我的天，你是队长哎！对哦，你是妈妈呀！对哦，妈妈怎么可以迟到呢？我也不知道，孩子都到哪去了？我来帮他解释一下，他是因为平常我们出门的时候嘛，然后他就会比我们晚个10到5到10分钟出来。为什么？
因为他在家里关灯啊，然后关煤气啊什么。哦。然后他就是很细心。你要不要让他做队长？他比较会说。那个。哎，那我要问一下，你们五位应该都很有女人缘，对不对？嗯，在中国大陆刚从北京回来。对，开完飞米厅。真的。对。好，来，请问。你们五个当中谁最有女人缘？自己，都说自己，哇，好有自信啊！当然了，好有自信哦！你其实长得比女人还……哇，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我觉得女人看到你会嫉妒的。不是，她最有男人缘。她最有男人缘的。对不起，对不起。可是你看她真的很漂亮，对不对？对，特别漂亮。你很漂亮。她的别名写着“高冷白牡丹”。高冷白牡丹。白牡丹，这是我的绰号是。你是白牡丹。对。真的是，你好漂亮。哦。她真的好漂亮。对。对不对？如果，而且你这个金头发，哎，我要是男人，我就爱上你。哦，他真的，可是他现在才17岁，对不对？对对。所以你还会变哦。对。更漂亮。更漂亮。更漂亮。这凭良心讲，你有女人缘吗？有啊，妈妈粉。妈妈粉。对。是不是讨妈妈欢心？对。哦，真的吗？是不是？姐姐缘，你呢？小燕姐觉得呢？你到每个节目要说不同的人说错语呗，是不是？是。是。金圣柱，你比较喜欢什么型的女生？我像我的妈妈的感觉的女生。哦。不好意思，我以为他要叫婆婆，我好害怕他。你不像我妈，你像我婆婆，是不是？好，来，陈妍，对，对，你，她也很漂亮，你们的皮肤都很好啊，谢谢，谢谢。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或者什么样的女生喜欢你？你听得懂我讲话吗？啊，听得懂。听得懂。我觉得我现在我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型。理想型啊，没有理想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青少年。青少年喜欢我。青少年喜欢，对，我觉得。女生很小的，对不对？对。一博，你喜欢她吗？她几岁？18岁。你是抱歉，他还竟然有虎牙。你看这些姐姐看着他好开心。真的，一直。他可以来一个韩国现在最流行的 Kiyomi。来一下。Kiyomi。Kiyomi. 我看过很多女生做 Kiyomi 都没有她啊，你好可爱呢。好，队长把她出卖了。已经留过两年，住过两年。对对对。哦，狗，生气的狗。哇，她还有生气的狗。是发电机吧？吓一跳。Q 奖，都说起来了。Q 奖醒了。第一了。谁？你喜欢请客？没有人。喜欢请客的队长。真的、哦，就这一点比较像队长。你迟到了以后就请客，对不对？啊，对对对。那叫罚钱呐、啊。对，请他们喝饮料、啊。请他们喝饮料，对不对？哎，其实他们才开始一个半月，对不对？对对对。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粉丝，对不对？谢谢谢谢。对谢谢，看到女孩子对你们尖叫。这个叫惨叫吧，是刚组团，但是你们已经团体生活很久了。对，觉得最困难是什么？最困难的话，我觉得应该我们训练了4年，
4年时间，然后不停的在筛选，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道，这个时候等待的那个心情是特别难熬的。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四年，从十几岁进去，然后每天练练练，然后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会真正的成为一个团，对不对？对。所以当发表你们要组成一个团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对对。你有哭吗？我是演完出之后才哭的。演完之后才哭。对。你有哭吗？No. 不是。No， 你说英文 No， 谁哭得最厉害？我觉得他哭是不是？你看，还有他，我觉得谁最好哭？他都。其实那天那个，我来说一下吧，就是 fan meeting 那天的话，因为我们父母都在现场，然后我们不知道，然后突然主持人 Q 到说你们的父母也在现场的时候，瞬间就控制不住了。那真的要哭，很久不见了。对 对，很久没见了。而且那一天就是也是告诉爸妈，我们终于可以出道了，对不对？对对对。好，爸妈也辛苦了。这个其实小的时候就开始团体生活，他们其实提早当兵了，已经当了很久了。恭喜你们，接着就来看你们的表演，好不好？好，欢迎你们，来。到看着正在看我的你，你希望能擦出爱的火花，能不能说出你心中的话。 But how do I say， 哈哈哈哈， how do I say， girl， 或许我还需要时间跟上，在梦里的你不是想象，我的脑海推翻好多框架。 But how do I say，I'm falling in love， 你让我 falling in love， 其实是很着急，却不能倾诉，想你的 want to， I just want to scream， I'm falling in love。 谢谢，真的是训练有成了，今天真的很开心。